Hello， 大家好，云云，你好。今天跟小美来修一下衣服，小美的衣服坏了。小美，这修衣服贵吗？不是我的衣服。是谁的衣服？你老公呢？你准备结婚了？快点，明天明天说。明天说好的。好。现在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买一个那个扫码枪吧。别的。啊，走。那个你在找钱，那个别提里面了。好。现在我们又去那个买一个扫码枪。云云骑车好快啊，慢一点。肉肉肉牛呢？小美，小美，这个教堂好漂亮哦，看一下。还有，啊，明天看。哇，里面有好多教堂，你看前面有一个，看到没？这里又有一个。哎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还是中文的，看带你们看一下越南的街道。今天我这个城市增加了200例病毒，但是全部还没有关门。现在都疫情常态化了，国家宣布不要那么紧张了，搞得。你们看，街上到处正常，一片正常感觉，但是这个城市已经增加了200多例病例了。这小小一个城市的话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镇呢，都有200多例病例了。今天这里有病毒很多了，但是好像他们都不怕，都打疫苗哦，都打疫苗了啊，哦，哇，这里还有很多衣服哦，越南的奥黛，这是奥黛的，兄弟们看一下，慢点慢点，看一下奥黛，我这里停下停下，我照下来你们找，我拍一下，这是奥黛越南的。很漂亮哦，民族服饰，这里几家都是卖这个衣服的。走，去前面看一下。问一下，哦，小美等我，他们明明走了吧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要走路吗？等我一下，小美，哎，你玩我啊？哈哈哈我得打死你啊，我不知道，这前面还有啊，二代的衣服，他去前面很远了，先坐上，别动，我刚打疫苗捅死了，捅死了，你又打疫苗了，你打两针了，打的哪个国家的？中国的。哦，你也是打中国的疫苗？你找到了？不知道，他去找了。这边是摆小摊，这个卖衣服的，这衣服很多。好、哦，云云来了。关了，电话安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呢。就这地方没有啊？这里看一下，没有，那在网上买呗，买两个地方的，继续看街道，
现在去哪里？去找那个，找什么？这里好像有个，看一下。喂。哎，五金店，你先问一下，不管他嘛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开那么快。这里啊。啊，这里有可能有。终于到这个地方找到了五金店。国公，姐妹，我在拍视频啊。我拍视频拍哦，这个平平关拿钥匙了。明明傻逼又忘记拿钥匙了。哦，买一个吧。哦，他是买这个。滴滴滴。你们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？来信吗？我来信的，老公。空白大瓜，大瓜我塞围绕 YouTube 嘞。哈哈哈。给你挡下嘛，挡下嘛。那就给你干点。哥哥来吃好东西。我带你冰箱，我哥哥把红包拿上。啊。那你这个干什么？太贵了。贵没事，买一个吧。买一个没事，就这。啊，看看。小美又货比三家，来到这家店问一下。郭哥，跟你讲，现在回去买就不太好了，刚刚可以砍好价再过来嘛。那就买一个吧，没事吧？北藏买一个吧，北藏，你说老板说，70万买一个吧。来吧，买一个吧，现在要用了，到处找找找又没有用嘛，买不买？姐，北藏摸摸给，北藏，那就，那怎么办现在？那其他地方也没有了吧？哦，等一下去看一下吧，再回来买吧。好，去看看。现在给超哥他们买一点特产，在路上吃，买点咖啡什么的，给他们带回中国去。现在小美他们来到特产区，小美，看哪个咖啡好，买一点吧。买贵一点的。酒他们好像不能带吧。哦，这个好漂亮，这个好漂亮，这里是越南特产。是不是还有腰果？拿个推车，拿个推车。我拿这个。小美，拿个推车。对。拿车，自己。现在我们又来到这个咖啡馆。你们知道这个咖啡是什么牌子吗？好漂亮啊。
哇，还有这个牌子，他们两个在选，好多呀，咖啡。还有这一种，圆圆，你准备吃这个糖啊？圆圆，这个是越南特产是吧？嗯。哦，这里好像有几个颜色，一个颜色拿一个吧。这个是什么颜色的？看看，这绿色的。可以啊，你买这个可以啊。超哥，明天他们三个人，海南三兄弟准备回国了，我们买点东西给他们在路上吃。这边还有好多特产，都是越南特产。哦，这个是牛皮糖啊，这个好吃哦。这个我好喜欢吃，哦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我是每个人给他们都一点，我就不像你们了，我多拿一点吧。你回国也要？我回国也要给这么多吗？我回国带你们一起啊，你们不回我哪里回得了，没老婆回带回去。圆圆真的明年回国带你一起，小美我也带，小美你别那么快结婚，我带你去中国玩，等下你结婚了，我老了，你老公不愿意带，跟你不愿意跟我走了，傻不傻的，知道吗？还买吗？看一下，我买完了。你买了什么？来三个这个，三咖啡，三个这个。嗯。云云呢？云云是三个这个。嗯。云云呢？你在哪里吗？哥哥。他看一下，他在看一下急什么？来看。别急嘛。他们还在选。哇，这边还有芒果。哎，冰冰，你可以拿点这个芒果干，这个他们应该喜欢吃的。还没吃完。啊啊。还吃过没？这个中国的吗？不是。这芒果干给他们拿一点，这个大大的。啊，大包的，大包的。嗯。啊，大包。一样拿一包嘛，三包嘛，一样的，不要这个贵一点啊，这个是17.5万哦。嗯，给你倒。那三包这个就好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快呀！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活下来。啊，这个是中国做的，看一下。还中国制的，真的是。哦，不要买中国的，买这越南的吧。我给你出过吗？啊，对中国做制嘛。哦。中国公司生产的。中国公司。哦，那中国制的都不太好，他们带回去给他们用越南的吧。嗯。这个好漂亮，小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给他们买一个。你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么漂亮的，又买了这个，这个，好了，拿吧，拿三包。榴莲好吗？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期跟大家一起跟超哥他们聚餐，拜拜。